老板，嗨，你好。你可以问一下，你们这边的种植都是北部种还是南部种？这边对，都是南部种哦，就是有四种不同的。哦，好。那我想一下哦。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花生，你比较推荐大肉粽吗？大肉粽的话，因为它还有除了花生，还有其他料，口感会比较丰富一点。那我要十个大肉粽，跟十个小肉粽，好了，可以吗？都是带走吗？对。好，没问题。稍等一下哦。你要分两袋还是同一袋？帮我分开装好了，可以吗？哎，老板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可以吃一个大肉粽吗？可以啊，那我拆热的给你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。好，稍等一下哦。对，运费就是基本的运费，我们在那个都是公司价，那个我也是和他一样的，不好意思。金额。爆料很实在，因为我看上面里面包很多东西耶。嗯。Hello。来这边内用的大肉粽。老板，那这样总共多少钱？哎呦，吃完再付就可以了。哦，对吗？先吃，先吃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老板。哦，哇塞，好大的肉粽，这个肉粽量很多哎，很扎实哎，哇塞，哇塞，好好吃哦。哎，老板，可以问一下，像你们现在端午节啊，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忙？大概过年那个时候开始，陆陆续续。过年那个时候？对，因为那时候有返乡的人。哦，那你们现在的订单？不会是已经都满了吧？就是每天都稍微会有一些啦。老板，这样多少钱？大肉粽、小肉粽各十颗，还有一个内用的大肉粽，1380。哦，那我再多买五颗大肉粽好了。很好吃哎。谢谢，感谢你喜欢。你们店感觉开很久了。对啊，我们98年了，从阿仲那边开始。哈，98年，那也太、啊、都快百年了。对啊，在两年。那这样是第几代？这边是第四代了，第四代，嗯，太强了吧！好，谢谢老板娘，真的很好吃哎。那好，我再帮你装两个。好，这样的话1780。好。老板。嗯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这边收你1800。20找你，谢谢。对，有点重哦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的。这一袋是大个，小个，小心拿哦。欢迎下次再来。
风轻动它，它边起起山，莫及轻骑飞翔。